RCA 员工关怀协会将自7月7号星期六开始继续招收会员加入诉讼，也向 RCA 环境污染案的全体被告，我们清查总体损害，要求跨国企业为工商污染立即负责的立场不变。7月7号之后可以打电话到03-3693-3363跟03-3369-885这两支电话，去了解这个入会应该准备的资料之后，被妥了以后再来到场亲自办理入会。地点呢其实就在 RCA 污染厂址旁边，那这是我们现在工商协会跟 RCA 公关管协会我们的办公室，在国丰六街88号。曾经在 RCA 任职的女工或男工们，如果你们身体有一些状况，或是虽然没有一些状况，但是你认为自己当时在 RCA 工作健康权有受到损害，或是你的家人曾经在 RCA 工作，但是已经过往，没有关系，都可以跟关怀协会这里、跟法服这里联络，我们会有义务律师团透过劳动部的专案帮大家争取权利。这个关怀协会的 RCA 的劳工啊，现在分成两个诉讼啊，第一个诉讼现在在最高法院啊，大概529人哈，那用法律上叫选定当事人的方式，那么一审、二审啊胜诉，然后现在最高法院在啊前几天有辩论，大概是要宣判哈。二军大概现在在立案，大概有1100多人哈。那为什么要有三军？是因为是这样，因为这牵涉到消灭时效，就是说会不会你太慢来告，不能再告？那这个见解一审的时候，法院判决是说，因为有2年知悉，你是知道这个赔偿的应该赔偿的人。哦，那你知道了以后2年要来提告，那么他认为应该要确切的知道，很明显的知道，所以他认为台湾的这些专家学者作证之后的2年被告，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一审作证之后判决之后，我们又招收了所谓的二军。事实上二审判决又进一步说，哪些公司不应该主张时效，因为他们是违反诚信原则，这样的抗辩是权力滥用，因为基本上哪些公司知道有污染，但是都不愿意让各界知道，甚至他们在美国就知道这个有机溶剂是会有危害的，但是都没有任何的劳工教育，所以也没有，甚至它是什么样的有机溶剂也没有标示得很清楚。后来发生之后不仅不告知，而且把它埋到井里面去，啊，捧起来，甚至把他们公司台湾哪些公司的财产移到境外去，大概32亿的台币移到境外去等等。那这些事情都让法官认为说，那这个不是劳工不告，是劳工这些资料你们都不提出来，也都不告知，然后甚至为这些违反诚信的行为，所以他认为这个时效不得抗辩。那么基于这样的了解，我们认为说高院的这种见解是对的。那我们认为这些 RCA 的劳工是没有时效的问题，他可以来告。关怀协会在93年起诉，法服在96年，当时台北分会的会长林永颂律师带领法服跟义务律师团参与这个诉讼，到现在到107年，为什么还要需要对外招收会员呢？其实很重大的一个关键是，真正出来争取权益的会员，在 RCA 任职的员工并不多。RCA 在台湾设厂的历程中，女性的员工有7万人，男性的员工有1万人，加起来有8万多人。也就是说，其实真正受害在工厂接触到刚刚林律师所说的这一些有毒的有机溶剂的潜在的这些受害人数，是远远比我们想象中还多的。但只有少数的人现在站在法院上为他们的利益争取一定的补偿跟赔偿。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招收这些会员？最重要的原因是希望我们必须要让这些国外的企业母公司负起赔偿的责任。我觉得这时候要邀请很多现在还没有入会的员工快来加入的原因是，我们要一起在不管在这个判决上或是对整体的政策上面，我们必须指出到底资本家应该要付多大的代价才能够偿还整个台湾为了资本的发展付出的代价。那我觉得前面不管一审的5.6亿也好，二审的7.1亿也好，我想对于受害的员工来讲，或是对于听闻到这个案件的很多的一般民众而言，这个赔偿数字都是不够的，它既没有一个惩罚性的意义。
那经过了20年到现在，这样的数字对于当下的我们的一般的企业，可能也没有一种警惕的作用。透过这几件诉讼，我们接下来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在政策上面，我觉得台湾政府不应该再让有任何一位劳工像这样子，用20年的时间抗争，然后诉讼，才能得到他们本来就应该有的安居乐业的权利。那我认为，现在我们这个一军也好，二军、三军的这个不断入会的动作，其实是在对台湾政府，也在对我们几位被告在说，我们在准备要跟你清查总体的工伤损害的成本了。那在诉讼上面，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完整的权益。接下来在政策上要如何修正？从整个我们的政策上面，应该是告诉这些资本家，他们在设立一个工厂，他们在去新兴的产业的时候，恐怕就要因为以我们 RC 案为例，预留这些污染或者是劳工健康的这些成本，才能够在台湾去赚钱或者去做它的这个发展。企业应该负的责任，他们没有负，还要透过不断的诉讼，让劳工身心俱疲，这是一个国际性企业应该有的责任吗？那所以我这边呼吁 RCA 或者是奇异，甚至是辛普森这些公司，汤普森这些公司，现在台湾的司法已经有了判决，已经有了结果了，千万不要再浪费司法资源继续的诉讼，应该想想看，当初这些劳工为公司卖命，为公司赚钱，现在应该要从社会企业责任的角度好好思考，如何和这些员工在诉讼外是不是有和解的可能性。我想让这些劳工赶快跟他把这个案子给解决，让他们生活能够回归于平静。我想这样的一个做法才是一个国际性企业应该有的态度，一个这个国际的企业的管理者应该有的责任。这样的做法也能够让台湾以及国际得到台湾和国际性的尊重，国际上的尊重。我想这是劳动部在这边要再呼吁这些公司应该要往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思考。听到劳动部有这样的态度，也希望劳动部应该在这个三审即将到来的这个阶段，把刚刚这些立场直接一点的表达给我们的全体的被告。那我觉得也是在呼吁全台湾的企业说，劳动部会对企业有这样子的态度的。所以我觉得这边是在我们的期待劳动部可以更直接一点把这个声音传达给这些我们的被告。那还有就劳工的保护上面，我觉得后续怎么样的政策设计，这个我想我们从 RCA 的角度，我们都会希望也会来帮忙劳动部去拟定接下来的政策修法上面可以有什么作为。